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话：时候到，且现在就是，那些真正朝拜的人，将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因为父就是寻找这样朝拜他的人。及圣神之名，阿们。请坐。各位请坐。正话有人问啦，因为真系睇唔到啊。咁而家人要回心转意噶嘛，所以而家都 WhatsApp 咗俾大家。咁睇唔到之就睇手机啦。咁我哋尽量咧都集中精神啦。好。好，歡迎大家。咁咧，今日咧，我哋係開始呢個單元一入門課程2023-2024。咁我哋單元一咧就係講關於凡爾禮儀獻章、自我渴望又渴望呢個木函嘅。咁今日咧，我哋咧嗱睇到呢張相啦。咁咧係當時咧開呢個大公會議時候所影嘅相啦。咁有少少嘅資料就係咧呢個會議咧係由1962年10月。至到1965年12月舉行嘅，超過2500位來自世界各地嘅教長參加，所以係非常之盛大。同埋咧，依一次大公會議都係最近我哋嘅一次大公會議，對於我哋教會而家咧係有多方面嘅影響嘅。咁咧，今日咧，我哋嘅今日依一堂係第一堂啦。咁咧，所
講的流程呢就會有以下這四點，會有以下這四點。講慢一點，啲聲音聲音聲音哦，好啦，咁我讲慢啲。咁今日咧，我哋咧嘅流程咧就会讲四部分。咁包括第一部分咧，就系简介下呢个礼仪嘅发展史啦。咁而之后咧，我哋会讲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一环，就叫做礼仪运动啦。咁而第三部分咧，我哋就会讲解下凡尔颁布呢个礼仪宪章嘅概况。而最后呢我哋呢就会讲礼仪宪章。咁我哋个题目嘅第二部分即係关于另外一啲目涵呢，我哋会喺下一堂呢就係讲嘅。好，咁Laura 啦。大家好。我係要喺呢度定係点。好 ,OK, 我哋一开始嘅时候呢今年呢个课程叫礼仪入门。課程啊，係咪？咁我哋就所以咧就要由禮儀最初最初開始嘅時候講嚇。咁固然啦，教會嘅禮儀有舊約嘅基礎，不過我哋用個最簡單嘅開始咧，就係呢一段聖經《聖保祿中途至格林多人前書》嚇，十一章23-26，大家應該都好熟噶啦，聽過曬噶啦。咁樣咧，呢本呢一段落咧就大概係咧整個新約聖經當中最早年份最早去記載咧關於記憶翻重述翻，這是我從主所領受的，我亦都傳授給你們了。係保祿中途佢由安提約基亞教會團體所經歷過嘅當時嘅基督徒。已經咧喺耶穌死而復活、升天、聖神降臨，跟住門徒咧將福音傳開去嘅時候，走遍各地嘅時候咧，保祿中途自己體認到佢由主所領受，而佢亦都傳授俾你們。你們咧係指格林多團體嘅信友。佢話主耶穌我哋一起讀啦，好唔好啊？好熟噶啦，主耶穌在他被交付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这样行，为纪念我。咁跟住咧，大概我哋今日重扣咧，就应该系有一个进餐嘅过程，直至到进餐之后，晚餐后，大家又。系啦，呢个咧我哋大家都好熟悉嘅，系嘛？每一次参加弥撒，我哋睇个感恩经当中咧，都会听到呢个重述呢个建立圣体圣事，就系耶稣喺受难前嘅晚餐所同佢嘅门徒共进呢一个晚餐嘅时候，佢所讲嘅，佢所做嘅，佢所吩咐就系话：你哋攞去食，你哋攞去饮吓。为了纪念他，纪念他为我们所做的，那就当然不只是那晚一起吃饭，而是跟着这一晚之后呢，耶稣基督他经历他的死亡苦难复活，作为我们以后会继续记得他。那不过呢，在这个晚餐记述的里面呢，还有一句就是26呢，是我们今日咧，每一次弥撒都繼續記得呢一句，因為事實上呢一句咧係點出咗我哋世世代代，無論喺邊個空間，每次跟耶穌所做嘅，為咗記得佢之外，我哋呢一個行動個意義，的確。就是我们每次吃这饼喝这杯的意义在于宣告主的死亡。主的死亡表示我们肯定耶稣基督是死而复活的，所以称为主。要纪念这个行动要纪念到几时啊？这句话是直到他的再来。所以我们继续在这个过程当中。
呢一句咧，就係我哋時時好熟悉嘅，我哋都一度唱緊嘅。逐咁样去呼唤主啊！我哋纪念你嘅死亡，咁做嘅时候，我哋庆祝你嘅光荣复活，而且我哋系继续期待你光荣再来吓。好，咁样跟住咧，呢一个行动咧系继续进行噶啦。今日好快，你放心。好啦，我哋咧，哎，已经系啦。圣尤斯定系圣人嚟噶，佢有一个著作咧叫做《第一护教书》，其实佢写咗两。封信嚇，咁呢封係第一封。佢係寫作嘅時間咧，係公元155年嚇，距離格林多人前書咧，大概接近100年後喎。喺羅馬嚇，佢係一個平信徒嚟噶，哲學家喺佢喺佢嘅屋企入邊咧，接待啲嚟尋求信仰嘅人。佢寫護教書咧，就係向當時羅馬嘅皇帝解釋基督徒所做嘅。呢段記載咧，其實喺我哋嘅天主教教理咧都引述啊。事實上咧，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所啟發嘅禮儀更新咧，就係想將我哋舉行嘅彌撒禮儀、羅馬禮嘅彌撒禮儀返本歸源咧，翻去以尤斯定呢一個記載咧作為藍本啊。你如果睇落去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咧好熟悉嘅，希望你熟悉啦。在我们称为太阳日这一日，住在城市和乡间的信众都前来聚集。你知不知道太阳日是什么？新地啊，没错。这样呢，按时间许可，诵读中途的记载，先知的著作，就是我们今天的，是啊，读经啊，所以这张图呢，等你记得这个部分。他主席会教导和勉励大家按所聽到的去做，即是我們今天的講道，是啦。咁然之後，大家一起起立祈禱，為自己啦，為所有其他人啦，無論身在何地咧，都能夠咁樣按戒命生活，得到永遠的救恩。即是今日的信有土文，你記唔記得跟足個模式噶？不過呢一度咧，跟住呢個有少少唔同咗。祈禱結束後，我哋彼此親吻，是今日的平安，但是咧，当时是放在这个位置嘅。好啦，第二个部分然后有人递上饼同埋一杯沟咗水的酒吓，咁跟住咧，主席感恩啦，等等，大家答阿曼，唔知你知唔知今日嘅感恩经啊，即系攞咗献礼上嚟嘅时候，跟住念咗个感恩经，跟住咧分俾在场参礼嘅人。大家都會係收回靈性體啊，靈性體啊嚇，咁亦都帶俾唔在場嘅人，即係外送聖體。係啊，外送聖體，送病人聖體啊嚇。好啦，咁跟住咧，亦都大家會收集一啲捐獻，幫助所有有需要嘅人。今日仲揾唔揾到呢啲痕跡啊？仲有冇咁做噶？收集捐獻唔係就係捐俾聖堂噶，係真係照顧窮人噶，照顧有需要嘅人噶。好，咁样咧，我哋好简单咁样睇翻呢一个，所以即系唔系你讲啲，佢哋喺咪度？系啊，你哋系嗱，
你哋有冇系啦？有冇好似呢幅相所佢再上一张要去啊 ？Billy， 佢仍喺度咩？阿 Billy 帮帮手，金钱啊，系金钱一张，唔得，唔系，佢翻嚟啦，第一张啊，好，读经啊，听圣经，我哋继续读紧噶，读经唔嘅举手。边度啊？系，我又系大户嚟噶，好多朋友，系啊。你哋嘅节目几时嚟噶？1955，系啊。咁啊，梗系有人企出嚟读，咁先至有得听啦。就系、是、好。后边咧嘅递上饼酒，咁咪有人帮手啦。有冇献礼啊？平常你哋边个帮助啊？献礼嘅举手。好啦，上次仔员喺呢度。系啊，分俾在场需要嘅人啦、啊，举手啦，真系好好开心啊！今年几时有你啦 ？OK， 继续。系啦，分收捐献边有喺度？咁几时有你哋啊？一五五。仲有啊，派饭啲有喺度啦。做爱得嘅，系啊。爱得嘅，特别系疫情期间。是啊，我哋好多嘢都做唔到嘅时候，都要呢、這个爱德要继续做下。所以1955年罗马教会已经有呢一啲吓，咁啊，我哋咧好啦，跟住睇一睇间屋，睇间帮帮。系啦，嗱，呢一间屋咧系考古入边咧揾翻出嚟嘅，佢嘅年份系公元232年。嗰、那個地方叫做 Jura Europus， Jura 即係城牆 ，Europus 咧即係有法拉底河。喺今日嘅敍利亞啦，一間考古入邊咧揾翻一間屋仔，係應該有一個有錢嘅人，佢皈依咗做基督徒，領咗洗，佢讓出其中一間屋出嚟咧俾基督徒聚會。你會喺呢間屋入邊見到非常之簡單嘅啫，一號。其实咧系两间房打通咗，成为一个比较大嘅饭厅，就大家可以围住喺嗰度，有三边坐喺度咧，咁要嚟做咩好呢？一张餐台，系啊系啊，真系举行弥撒吓，举行主嘅餐。好啦，咁隔篱咧，我哋用红色字指咗嗰个地方咧，系其实咧本来应该冇屋顶嘅，系一个勉强咧可以有一间。房仔本来冇顶嘅，咁就为咗喺呢一度咧，可能嗰、那个考古学家咧就可能咧系令到制造一个小小嘅房间可以要嚟教导你，因为佢有一个门口仔咧伸去二号房，二号房咧系呢间屋唯一喺考古入边咧发现咧佢入边画咗好多嘢。画咗好多嘢，有呢一个耶稣嘅三个女人嚟到坟墓嗰度啊，揸住蜡烛啊，然之后咧有好多圣经嘅故事啦，然之后有生命树，有亚当娃，有呢个示木咧孭起只羊等等咧，跟住仲有一个池，那个池咧做咗一阵防水，嗰阵防水咧同佢旁边嘅罗马浴堂咧嗰种物料好接近嘅，所以咧都会估计咧，如果呢一间系我哋今日揾到，如果呢啲考古估计是啱嘅时候咧，可能系苏花最揾到最古老嘅基督徒嘅圣堂。佢系好明显喺个家庭入边，一间民居入边啊。咁所以家庭教会，我哋刚才所讲嘅格前十一章，同埋尤斯定所讲嘅嗰个圣道礼、圣祭礼呢一啲嘅格局咧，呢啲礼仪嘅格局咧，可能都大概。是以家庭为这个环境，直至到一阵间啊，请啊雪珊娜接落去嘅。一号系乜嘢？饭厅啊！你点问佢啊？我问。一号做乜嘢噶？开门杀。二号做乜嘢？冇。三号唔系啊，二号系。二号系呢个洗礼间啊。系啊，弥撒、洗礼、舞蹈，唔系啊，三号系个庭院嚟嘅，三号系个庭院，系啊，慢慢嚟。
僭建，係啊，勉強咁做咗個蓋子嘅。飯廳。好。好，我咁多張 PowerPoint 啦，啊，請阿蘇珊娜接落去啦。咁咧就去到三世紀、四世紀咯喎。咁四世紀嘅時候咧，發生咗啲咩事咧？就係咧，羅馬嘅君主咧，就係頒布咗一個叫米蘭詔書。咁咧，從此咧，我哋基督宗教咧就成為咗羅馬嘅國教啦。咁頭先咧講嗰啲時間咧，都係被迫害嘅時間。咁所以咧，即係你話嗰啲家庭教會啊，或者點，可能都係秘密進行啦，就唔可以公開啦。咁但係唔緊，1313年之後咧就可以公開咯喎。咁同埋咧，由於變咗國教，咁喺儀式上面咧，佢咧就開始走去宮廷化啦。咁去到八世紀咧，發生咗啲咩事咧？這個宮廷化咧就變得好即係令到啲群眾咧走向無知啊！咁陣間咧就講解一下咩叫無知先嚇。咁原因咧就係咧喺八世紀嘅時候咧，有一位君主叫查理曼大帝啦，可能讀歷史嘅人咧都聽過依個名噶啦。咁佢咧就當時咧佢做皇帝咧都係由教宗咧加冕嘅，所謂君權神授啦。咁佢咧就係同教宗咧就係攞咗一個羅馬教宗嘅禮書。咁當時咧，依啲禮書咧就用拉丁文寫嘅。咁但係咧，佢又攞翻去日耳曼同埋法蘭克嗰度用喎。咁嗰度啲人咧，即係拉丁語唔係嗰度啲人講嘅語言嚟噶嘛。咁所以咧，啲人咪唔明咯。咁令到咧就係啲群眾咧對成個禮儀咧都係唔明同埋唔知道係乜嘢。咁咧之後咧就加上一啲寓意附會嘅解釋啦。咁我哋睇下啲圖啦。好，呢個咧係一幅畫作啦，就寫翻十五世紀嗰陣時嘅尼撒。咁你見到咧，嗱有個主教就喺度做緊尼撒啦。咁但係隔離咧有個著金色衫嗰個咧，應該咧都係皇帝啦，係咪啊？教宗啊？教宗嚟嘅。咁然之後。教宗唔系叫教宗啊嘛，教皇啊，教宗西斯督四世啊，嗰阵叫做教皇啊，三朝官啊嘛，咁呢个华盖噶，咁我咪皇帝嘅宝座一样噶，咁仲有啊，有班僆仔坐喺地下嗰班咩嚟噶？不是那些書記，是書記啊，書記啊，都是書記。OK， 你看到現在開尼撒就是這樣開，這個神父是怎樣說，背著右或者面前東，無論怎樣，你就看到是這樣的。下一張了，下一張呢，就這幅畫作呢，就是介紹了十九世紀聖體遊行啊，你可以見到咧，嗰度有一個台，有個台啦，上面咧係有個蓋啦，然之後有啲線啦，咁然之後咧就攞住個聖體，然之後咧就出巡咁樣樣嘅，係抬住咁樣嚟出巡嘅喎。咁依一個嗱，睇下係繼續。咁咧見到咧左邊嗰張相咧係教宗比約十二世嗰陣時，大約係1958年喎，即係但係即係你見到1950幾年啦嚇，佢仲教宗嘅時候，你見到咧佢嗰張個台咧同頭先嗰幅畫咧都幾似啊，係咪啊？咁佢都係坐喺上面喎。然之後咧出巡咁樣樣，咁然之後咧一個牆，佢咧有個排牆啊，然之後咧好多人咧咁樣咧一路入去嗰個教堂嗰度嘅，咁咧依啲係好宮廷化嘅禮儀嚟嘅。
咁講緊二十世紀嘅咯喎，一九幾幾年嘅啦嘛，係咪啊？好，跟住依一個咧係東方禮嘅，咁見到咧都係好宮廷化嘅。咁而跟住啦，有個可能你熟悉啲啦，就係咧今年五月嘅時候咧，英皇加冕嚇，咁咧就喺西敏寺嗰度舉行嘅。咁你見到咧都係咧好宮廷化地咧。嗱，係個主教將個皇冠加上面上去我哋英國嘅皇帝上，即係我哋，唔係係對係英國嘅國王。咁啊，咁我哋睇下西敏寺，西敏寺好靚嘅嗰個建築。咁但係咧，右手面嗰個圖咧，我哋見到群眾坐嘅地方咧，同聖所咧相距點樣樣啊？咁你幻想下，如果你坐喺嗰度，你睇唔睇到前面做緊乜啊？咁啊又唔似我哋有 projector 噶嘛，睇唔到做乜喎？咁睇唔到做乜咧？啲人你即係以前啲人就係話喺呢個咁靚嘅宮廷化嘅教堂裏面咧，佢根本睇唔到前面做乜。再加上又係講拉丁文，咁所以咧其實咧真係就算係坐喺度嘅教友咧，都係唔知道發生緊咩事。咁咧好啦，跟住咧我哋咧，你講個 choir 喺邊啊？個 choir 喺歌女嗰個位。歌女咧基本係啲修士，因為你唱拉丁，邊個識得拉咧？係咪？如果你幻想下，呢度全部係歌女團，嗰個叫做咩啊？呢個就係歌女節啦。家你坐邊度？最後。洗完池之後，你哋坐緊嗰度啊，見到嘛？哎，睇人哋喺度係嘛？哎，你喺嗰度，啲歌女團喺呢度，個神櫃喺邊度啊？裏邊，你估你睇唔睇到佢啊？聽唔聽到佢啊？除咗我之外，咁你係明白啦？你講咩文有咩意思啦？你講咩文都聽唔到㗎啦，咁就冇講音你。又或者壞咗咗個擴音器，又或者好似聖方濟各堂嘅音響咁，你永遠都聽唔到㗎啦。咁所以咧，教友咧真係無從咧可以見到祭台上發生咩事啊！咁但係咧，彌撒啦，教導係咩啊？彌撒係咩啊？彌撒係成聖體祭獻天主嘅大禮喎。咁所以咧，開始咧有好多咧聖體聖血嘅教導，同埋咧呢個聖體嘅敬禮。咁跟住咧，我哋見到咧喺下一版見到下面個格格嗰度咧寫咗啲乜嘢？神品之權，義真是可驚訝的，因為神父一念成聖體的經言。耶稣基利斯督就能从天上降来，许多圣人在弥撒中蒙受了耶稣的法语。是啦，一念那些经文呢，耶稣呢就好像落了来这样了。那右手面那幅图呢，就是呢得举人圣体的时候呢，耶稣基督的血呢就落了来了。那所以呢，我们呢就很多时呢，下一章啊，唔該，係梵意之前咧，教友咧，我哋話係咩啊？望彌撒同埋聽彌撒嘅。淨係講望彌撒嘅舉手，聽彌撒嘅舉手，參加彌撒嘅舉手，做乜要參加嘅？同唔同噶？望係望咯，未到噶。你咪望下佢咯，聽就點啊？聽咯，參加咧喺裏邊咯，嚇咁咪一聽完曬。咁咧就係聽嘅啫，
嗱，咁我哋头先听嗰啲咧就系阿我略嘅歌颂嚟嘅，非常之好听啊，系咪啊？咁咧，你想唱啊？大宴之前啊嘛。系啊，我哋听咗先听啫啊。好啦，咁点啊？好，咁跟住到十六世纪啦，十六世纪咧。就是 Laura 講嘅喎。大家有冇印象十六世紀發生咩事㗎？馬丁路德啦嚇，新教徒嘅出現啦，咁將最主要咧係針對當時見到教會不善嘅地方咧，就尤其是咧尼對於尼撒所出現嘅流弊咧，佢就提出反對啦。咁例如咧，見到教會咧有陣時會買賣尼撒嚟到為咗舊年齡啊，等等等等嚇。咁樣呢個階段咧，對教會提出嘅衝擊咧，連教當時嘅教宗比約五世咧都覺得咧真係流弊甚多，所以咧就需要結果就開咗呢一個特倫多大公會議，就決定要整頓禮儀嚇。咁樣於是咧。特倫多大公會議係1546年閉幕嘅，咁就快啲要開始做嘢咧，就係整頓當時嘅禮儀啊，要將天主教會嘅彌撒咧劃一，大家都要跟一個標準嘅方法去做。哦，咁樣我又好，咁樣咧就矯正當時嘅流弊。咁呢本1570年嘅羅馬彌撒經書咧。就是看到这个样子，我们的办事处的图书馆珍藏了一本，当然后来再翻印，这样是规定弥撒，天主教的弥撒，无论你在世界各地，无论你传福音传到去哪里，一定要用拉丁文举行，一个神父要开弥撒一定要用拉丁文，教友想听弥撒都一定要听拉丁文，你听不听到不要紧。好了，咁呢一個呢本彌撒書咧，當時咧為咗矯正流弊，所以咧佢就話，凡係舉行彌撒嘅方式，如果唔足夠200年咧，唔好要啦。咁想，所以就淨係一用呢個就得噶啦。好啦，我哋跳一跳啦，因為呢個樣啦，咁可唔可以幫我撳啊？謝謝。係，唔該曬。好啦，就係講1570嘅彌撒書嚇，其實咧。中國教會嚇，利馬竇咧1601年去到北京啊，嚇咁樣就1615年咧係曾經得到教廷嘅批准，喺中國嘅教會咧準用中文開彌撒嘅，咁而且咧竟然咧喺北京嘅東堂嚇有一個神父耶穌會士叫做利雷斯咧，佢就喺北京東堂，即係王府井啊。嗰間聖堂嗰度咧，翻譯咗整本1570年嘅羅馬彌撒經書嚇，咁係1670年喺北京出版，即係嗰本書100年嚇嘅時候出版啦。咁樣咧就嚇，當然啦，仲有譯咗其他嘅嘢，包括咩《司铎典要》啊、《聖事》啊等等等等。咁但係咧，因為隨之而嚟咧，中國教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禮儀之爭。即係隨住禮儀之爭嘅爭拗啦，好多人又向教廷寫報告啊，等來來回回之下咧，卒之係不了了之。即係1615年嘅特准咧，冇喺中國教會實現得到，直至到1939年嚇。好，我哋下一版咧，唔該。好啦，特倫多彌撒，係一律以拉丁話舉行噶。咁樣咧，就我哋睇下呢幅相啦。由我呢邊開始啦。讀書信嘅時候咧，就向住拱牆讀，向住即係個祭台向牆噶嘛，咁咪向住嗰邊讀。咦？跟住咧讀福音嘅時候咧，就行到另一邊，行到另一邊，係啦，喺嗰邊讀。書信，認到嗬？行到過嚟呢度，福音都係向住個牆讀福音。啊，呢張相係九龍聖德拿撒堂嘅。啊，咁樣咧。好啦，我哋啲人啊，副祭咧系康建章神父，细个嘅时候，系啊，一阵间会睇到全辑相嘅，圣德拿撒堂珍藏咗呢啲相。好啦，我哋睇最左手边啊，听讲道嘅时候咧，嗱，呢个系旧香港主教座堂啊，
间圣堂仲喺度啊，只不过咧个讲道台见唔见啊？企咗出嚟噶，系因为讲道咧就要用本地话讲噶嗬，讲道用本地话噶，中文讲噶，咁啊要大家所有人都听到，咁所以咧啲圣堂咧就嚟到中间咁样揾个位置，大家一定要听得到啊！呢个位咯。呢间圣堂曾经有讲道台嘅，哦系，边个想知道？系边个领先？你俾水杯领先啊？啊，系。系，帮我揿揿，系。好啦，呢个讲道台咧，知唔知道边度嚟噶？圣依纳爵堂有冇圣依纳爵堂嘅？咦，冇人报名啊？九华啊，九龙华人啊，圣依纳爵堂啊，罗士强神父嗰度啊。嗱，佢哋近年重修咗啦，余修女帮我哋重修啦。你见唔见到个红色个圈圈住嗰个位咧？好大座嘅讲道台啊，系啊，即系重修嘅时候保持翻、维持翻喺嗰度，而且仲即系个意思咁靓，就将喺个讲道台下低咧做咗圣堂嘅洗礼池吓，系可以浸洗嘅添。咁呢一个讲道台咧系起华人呢一个小堂嘅时候已经起啦，就反映咧即系耶稣会啊嘛，重视讲道啊嘛，咁就用呢一个好鲜明嘅讲道台咧，要大家一定听得到讲道。前系啊，起嘅时候系范以前嚟噶。拉丁喺边度做啊？里边做讲到咩人啊？本地话喺边度做？中间啊，所以后边听到我讲，讲到自发嘅实际结束上一部分嘅弥撒，因为拉已经完咗啦，发嘅实际，跟住讲到完咗发嘅实际，讲完到啦。是啊，这是痕迹来的。好，我们看下一幅。帮帮我。好啦，这一辑就是整辑那台弥撒的相。那个神父叫做什么？和灵道神父。是啊。好。见过他一定的。在他手中领过圣体。好，父亲是谁？康建章神父啊，吓，好。圣灵的手，而家仲喺你圣堂开紧弥撒嘅喎，仲好啊！下一张啦，整套啊拉丁弥撒，继续啦吓，好，好啦，咦？上翻少少，咁咪再翻上翻少少，哥哥。講完未㗎？唔係好 work。係啦，徐生啊，唔該。係。咁咧，頭先咧就講咗好多即係梵語之前嘅片段俾大家，有好多歷史好珍貴嘅相片咧，係俾你睇到咧嗰陣時嗰個禮儀係點樣樣。咁咧，跟住咧，我哋咧就而家咧就介紹一個喺一個發展之中，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咁咧就叫禮儀運動。咁禮儀運動咧。其實是由幾時開始呢？咁大約都係18世紀嘅事。咁嗱，我睇翻歐洲嗰陣時個情況嚇。咁喺1789年咧，法國咧就發生咗呢個大革命啦。咁開始咧，民族意識咧係抬頭，即係話歐洲咧啲國家咧開始有翻自己嗰個國家意識。咁所以咧，佢哋會願意用翻自己嘅語言咧。嚟做官方嘅語言啦，咁而拉丁文咧漸漸都唔再係歐洲嘅通用語言啦，咁而信眾普遍都唔識得拉丁文嘅，之前係咁，而家都係咁啦，即係喺嗰個年代，咁聽唔明禮儀嘅內容，亦都無從參與，咁所以咧一般嘅教友咧咪就做熱心嘅神工咯，例如。嚟維持佢哋嘅信仰啊，例如念玫瑰經啦，或者早晚課啊、聖人敬禮啊、拜苦路啊咁樣。
咁所以咁僵化嘅禮儀彌撒儀式咧，同教友信仰嗰個生活咧，就好似脱咗節。咁跟住歐洲嗰邊19世紀咧，又有工業革命啦。咁20世紀又出現咗兩次世界大戰。咁拉丁文彌撒喺牧民上面咧就顯得不切實際啦。咁於是咧就出現咗呢個禮儀運動，喺法國、比利時同埋德國依國家咧就嘗試一連串本地嘅禮儀改革，咁係本地進行中嘅嚇。咁而除咗喺歐洲大陸嗰方面咧，咁如果我哋喺歐洲以外嘅地方傳教咧，咁你又用拉丁文嘅彌撒咧，喺牧民上面就更加困難啦。歐洲啲人都聽唔明啦，何況離開歐洲嘅地方咧，係咪？咁所以當地人民咧係唔懂得拉丁語，好難明白彌撒嗰個讀經同埋啲祈禱咯。咁所以咧喺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之前100多年咧，其實呢個禮儀運動咧已經係如火如荼咁進行緊。咁所以當梵二喺1962年之後1963年討論呢一個禮儀改革嘅時候咧，禮儀運動就好似已經幫禮儀憲章做咗一啲前期嘅準備功夫。咁呢啲禮儀運動當然咧係有啲代表嘅人物嘅。咁我哋之下咧就會介紹幾位代表嘅人物俾大家認識。咁第一位啦，咁咧喺19世紀，咁咧就係奇朗佑院長。咁咧佢係一位法國人啦，係本督會嘅。咁咧佢咧就反思呢一個禮儀嘅問題咧，就佢會翻去源頭啊，我哋叫做追本溯源嚇，研究翻咧當初嘅禮儀同埋教父嘅思想。咁之前教父我哋除咗阿 Laura 頭先提及過嗰啲文件之外咧，我哋仲喺2018年嘅時候咧，就有12宗徒訓悔錄啦，同埋咧希波律嘅宗徒傳承，係大約3世紀嘅作品嚟嘅。咁同埋咧，佢又着手呢個禮年有關嘅慶節同埋聖人紀念，咁提出咧基督徒嘅生活係應該以禮儀虔敬為核心，咁同埋咧禮儀嘅合一性。是同羅馬教會合一聯繫，而不是劃一。咁亦都提倡呢個額我略重唱啦。咁咧喺呢位院長咧所提出嘅咧係一個復古嘅思想嚟嘅，即係話翻去古代，我哋睇翻初我哋嘅禮儀係點樣樣嘅咧。咁而跟住嗰位咧就係20世紀咯，踏入去20世紀啦，就係比約10世教宗啦。咁佢咧有好多文件寫咗出嚟嘅，你見到，譬如論音樂手語啦，勤領聖體法令啦，佢鼓勵咧當時咧係每日領聖體，同中世紀嘅時候好唔同啊。中世紀咧，因為咧對於自己嗰個罪惡感好重咧，係唔會領，係唔敢領聖體嘅其實。咁但係咧，而家咧20世紀呢位教宗係提出每日咧去領聖體，咁咧同埋咧喺領聖體個初領聖體嘅年紀咧係降低，去到7歲都有喎。佢自己亦都送個聖體俾一個4歲嘅小朋友。咁而另外啦，佢咧就改革咗日課啦，同埋重定呢個禮儀年。呢一啲我哋頭先講嗰啲音樂啊、領聖體啊、初領聖體啊、聖詠啊、日課呢啲咧，全部咧都會喺我哋往後啦，陣間臨尾講呢個禮儀憲章裏面咧，都有單元係提及呢幾方面。好，咁跟住咧去到另外一位本督會嘅神父啦，波道恩神父，佢係比利時人嚟嘅。咁佢咧曾經被教宗梁13咧指派為工人指導司徒。好啦，咁咧佢咧又提出咗乜嘢？禮儀必須要深入民間，同埋咧要將禮儀大眾化咯。咁同頭先個宮廷化咧就係好唔同啦嚇。咁同埋咧，佢有一個日子咧好重要嘅，就喺1909年啦。咁呢個日子係咩咧？就喺比利時嘅馬林一個地方咧，就舉行咗呢個全國嘅會議，咁提倡呢個咧教會禮儀生活嘅革新。提出啲乜嘢啊？首先第一，用本地語嚟撒經書。咁第二咧就係呢一個重念夜禱作為信友嘅晚課啦。咁仍然都系提倡额我略重唱啦，咁同埋咧积极咧鼓励教友咧系积极参与弥撒、参与圣事，咁咧
啊，佢其中咧有一个出版都好重要噶，就系呢个礼仪同埋堂区问题嘅期刊啊。因为咧，即系话咧，佢开始系有意识咧提，即系觉得对牧民咧系好有洞见嘅。如果唔系咧，佢就唔会有呢个期刊出嚟。咁而头先嗰个院长咧就提倡复古啦，咁而依家呢一位神父咧就提倡呢个牧民性嘅，即系强调呢个牧民性。好，跟住呢一位咧，又系本笃会嘅喎，贾西尔会士。咁佢 Otto Cassell， 好出名噶。咁咧，佢系德国人。咁咧，佢又好唔同喎。佢唔系复古，亦都唔系咧呢个牧民上。佢系提出咧研究呢一个神学同埋探讨呢一样礼仪呢一样嘢。佢探讨下礼仪嘅本质系啲乜嘢嘢啦。咁同埋我哋喺礼仪之中点样同主相遇啦。咁亦都係有個禮儀年啦，制定呢個禮儀年，將基督嘅奧跡每一年咧都同世人展示出嚟。咁禮儀年咧呢、這個課題，我哋遲啲都會講噶嚇。咁就鼓勵咧參加基督奧秘方式嘅時辰祈禱啦。咁同埋咧以牧靈為主，都係著重語言啊。咁可以見得咧，即係之前我哋頭先講嗰個語言咧，對於牧民嗰個障礙咧，其實好大啊！即係拉丁嗰度，咁所以呢一批禮儀運動嘅核心人物啦，重要嘅人物咧，都係咧反省到呢個語言嘅問題。好，咁跟住咧就1945年咯喎，係啦，跟住要講嗰位係教宗比約十二世，但係咧喺佢佢做嘅嘢之前咧，就有一件事發生咧，就係1945年嚇，中座聖經學院咧就係出版到呢一個聖詠集嘅新拉丁譯本，即係話其實都某程度係聖經運動嘅一個進展嘅一個成果嚟嘅。咁隨住呢一本新嘅拉丁譯本嘅聖詠集咧，就某程度咧幫到教宗比約十二世咧，就佢一路構想緊嘅禮儀改革咧個時機咧，到而家開始成熟啦。啊，呢一本書就係你揾到嘅新譯本嘅拉丁聖詠集。咁咧，呢位教宗咧好重要嘅，佢喺1947年咧，佢咧就頒布咗呢個天人中保嘅通譽，係全面提及咧禮儀革新嘅。咁佢有幾樣方面咧，我哋可以注意到啦。首先咧就係咧，佢批准咧喺法國同埋德國咧用本地語咧就舉行呢個聖禮，除咗彌撒，即係嗰陣時仲未去到彌撒嗰方面，但係其他嘅聖禮咧都批准呢兩個國家咧係用翻自己本地語啦。咁同埋喺1951年咧，佢咧恢復翻復活嘅守夜禮啦。1955年咧就有聖周嘅新禮規，同埋咧1955年咧就有個聖樂嘅通譽。啊，你可以睇到咧，打從我介紹嘅第一位咧開始咧，都對聖樂咧好著重啊。咁我哋亦都會提到聖樂呢一樣嘢嘅，遲啲嚇。咁可以見得咧，即係呢位教宗咧，對於呢個禮儀運動之前。前依頭先介紹嗰啲神父啊咁樣樣咧，佢哋提倡嘅嘢咧都係好支持依一個改革噶。好啦，咁樣點解比約十二會提出咁多禮儀嘅改變咧？咁其實咧，佢做咗一件事嘅，就喺1948年啊5月28日咧，佢咧為佢自己咧揾咗一個委員會，成立咗一個叫做禮儀革新委員會。咁就最初是七個人，後來加到13個人，咁就係以向教宗個人提供禮儀更新上方面嘅意見嚇。咁樣咧，你值得留意呢一啲人物咧，特別是嗰位第二個名啦，同埋最尾個名啦，嗰位秘書咧，呢啲一直至到咧去到凡爾都發生影響。1948年。教宗比約十二咧所做嘅嘢咧，已經咧係差唔多係鋪排緊呢一個禮儀更新嘅工作。啊，1948年其實第二次世界大戰仲打緊嘅。45年係因為中國打緊，喺中國。好啦，啱。跟住我想講兩件事嘅啫。喺禮儀運動嘅階段咧，喺1948年。1月24日咧，喺羅馬有一本期刊叫做
係啊，呢、這個仲有今日仲賣，仲有粒就出版。邊個想睇啊？可以到堅島十六號十樓。揾林日華，而家吳日華就熟曬啲書啦。咁呢一個雜誌嘅編輯部咧，哦好犀利噶，佢竟然咧就發咗問卷俾全球，當時全球咧近100位禮儀學者咧就訪問啦，調查下佢哋對彌撒入課，即係時辰祈禱、日曆、聖人錄同埋其他嘅禮書，如果要需要一啲改革，問佢哋嘅意見。啊，訪問100個人。100位學者哈，咁樣另外咧就喺1956年有一個地方咧叫做聖方濟亞斯時嘅家鄉亞西西，喺嗰度咧係開咗一個國際會議，牧民禮儀嘅國際會議啊嚇。咁你今日揾到呢張相，當時嘅亞西西 Congress 嘅情況嚇。咁佢哋咧傾咩咧？傾下禮儀可唔可以用本地語咧？傾下入課可唔可以改革咧？啊，咁樣咧，例如咧，有一個人叫翁文咧，係佢就問咧呢個教會嘅禮儀歷史咧，可唔可以咧更有點樣達到呢個牧民嘅福度？啊，咁呢個 B 啊咧，佢就話咧，天主聖言喺禮儀入邊嘅牧民價值可以點樣考慮？嚇，咁樣咧就其實佢哋當時提出嘅原則咧，一直去到禮儀憲章咧會見翻曬嘅。咁樣呢，你亦都唔好以為呢一個會議呢係只係一班學者自己匿埋講㗎。佢嘅閉幕演辭呢係教宗比約十二世講㗎。閉幕嘅時候呢，教宗話禮儀運動呢真係天主上至喺當下而家聖神喺教會入面嘅行動同埋標記。好，咁樣呢呢度就講下啦。1959年5月17号呢，教宗若望23就已经宣布佢会召开大公会议㗎啦。咁同埋开始筹备。咁喺1960年嘅6月6号呢，教宗若望23呢就为大公会议呢，如果预备有一个礼仪革新草案呢，佢而家就委任咗嗰个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嘅主席同埋秘书，咁已经开始咗工作。咁跟住呢，其實呢一個籌委會呢仲開咗好多小組㗎嘛。組別係啦。咁發覺有咩呢？有呢一個禮儀嘅奧秘同教會生活嘅關係。有一個小組叫做彌撒，有關於呢一個 concelebration， 即係一個共祭、入課、聖事同埋聖儀，仲有呢就係、是、改革呢一個日曆。用拉丁文嚇禮儀嘅培育，教友點樣喺禮儀之中參與，同埋一個語文上高嘅適應人嘅需要，點樣可以簡化祭儀、聖樂同埋聖藝等等，所以咧已經係涉及禮儀嘅各個範疇咧，都已經有組別去討論。好啦，咁咧，我哋又进入一个新嘅环节啦。因为我哋而家系讲紧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简称梵二会议啊。咁咧，一个会议咧系最近我哋嘅一个会议，亦都系我哋天主教第21次嘅大公会议嚟噶。第一次咧喺325年举行，咁距离而家咧都好多个世纪啊，有几多啊？17个世纪咁耐。咁而日期呢就係1962年10月11日由教宗若望23世揭幕。咁我哋而家開始。令世上万民得尊高，你对爱宽慈，引领罪人共教会，让地上光明为救赎世民当见证。我用歌唱
来共赞扬，父爱慈祥，爱心真挚，盼愿耶稣基督苏开门，福音就当救星天吧。我们众圣歌唱，众赞声心满赞颂。心中永富足，人人竟已尽心。多个共鸣表爱慕，天主圣父父圣子圣神，我们齐来颂赞天主圣心，超全心敬颂。我们众圣歌唱。众赞声心满赞颂，音中永富足，人人竟已尽信。多个共鸣表爱慕，天主圣父父子圣神，我们齐来颂赞天主圣心，尽全心敬颂。凡系讲第二次大公会议，好咁咧。头先讲啦，1962年开始，1965年咧12月8日咧就闭幕，即系3年嘅时间。咁咧就分开4个会期，其实实际开会咧就开咗281日嘅啫。咁啊分四个时期，咁然之后最重要嘅系乜嘢啊？喺呢个会议虽然系咁短啊，但系颁布咗16份文献。其中有4个宪章、9个法令同埋3个宣言，有冇边个知道边4个宪章啊？礼仪宪章，仲有咧？教会宪章。教会宪章，仲有咧？教会在现代世界目的宪章，仲有咧？第4个喺边噶？上主的话。咁有4个大嘅宪章，吓咁、好啦。咁出席呢一个梵二会议咧嘅天主教教长咧，高达2540咁多位嘅。咁仲有其中4位咧，都系我哋后来嘅教宗。咁咧第一位保禄6世，咁佢喺1970年嚟过香港嘅。第二位若望保禄1世，不过可惜佢嘅任期只系得33日啫，就过身啦。第三位若望保禄2世同埋本笃16世。好啦，咁咧呢一个咧就系呢个会议教长选出啦。系啦，头先记唔记得有个筹备嘅礼仪草案嗰个委员会咧？咁而家开大公会议啦嘛，咁样咧嗱，10月11日召开，喺10月20日，即系9日之后。9日之後咧，大公會議嘅教長嗰2540啦，就選舉咧選出一個委員會嚟到為禮儀憲章嘅草案作最後定稿，即係開嘅時候差唔多已經有一份咧經過曬討論過，即係嗰啲專家討論過曬嘅一份草案咧，係交俾呢一個禮儀憲章草案嘅委員會咧去就係差唔多做最後嘅定稿嘅功夫啊。好啦，中间嘅过程我哋今日唔讲噶啦，咁已经好快讲礼仪宪章，嗰个好戏剧性嘅，有机会先。嗰本书系带咗嚟嘅。本书吓。有朋友开会嘅时候作废，佢作废啊，想偷龙主步，换一个更保守、唔准用。系啊，拉丁一定要用拉丁，一定要用拉丁，同埋冇睇会偷偷地出，系唔准教友领圣体圣血，神父有嘅，用本地话念日课，仲有唔准共济，偷唔住噶喎，唉，点知道佢
以睇翻我本書咧。係啊，呢本書。有兩個死咗個。是啊，很有趣啊，峰回路转啊，即是这本书呢是由1948年那个委员会的秘书他将1948年开始的过程呢直至到他写到1975年就是包括凡尔礼仪宪章通过之后呢还有一个委员会是实施落实这个礼仪宪章这个委员会的。那这个秘书呢他呢就后来是在圣礼部礼仪圣事部工作直至到他咧被调去做伊朗的特使，教宗的外交官啦，咁先至啊，即系嚟，咁佢咧就写咗呢个礼仪革新的整个过程吓，咁我哋好多资料喺佢嗰度嚟嘅。好啦，礼仪宪章。好啦，咁礼仪宪章咧系呢个凡尔大公会议咧颁布嘅第一份文件，咁我哋睇下咯。第一个头先话啦，呢、这个会开咗第几个时期啊？会期系几多啊？四个会期吓、啊。第一个会期咧系去到1962年12月8号嘅啫。喺嗰一日咧进行咗一个投票，见到个投票个结果嘛，2046票对20票系通过咗草案嘅序言同埋第一章。咁我哋頭先講嘅，其實個草案咧，1960年啊開始做，跟住而家咧都唔夠，即係年半左右嘅啫，就已經通過咗呢個序言同埋第一章。而喺第二個會期喺1963年嘅12月4號完結嘅時候咧，又再表決成份禮儀憲章嘅草案。你見到個票數係咩啊？2147对4票，極大比數通過嘅。咁然之后喺闭幕嘅时候咧，就隆重颁布呢个礼仪宪章啦。咁所以咧，如果人哋问你啊，咁呢个会第一份颁布嘅宪章系边份啊？就系礼仪宪章啦。系几时颁布噶？1963年12月4号。到而家系几多年？差唔多几多年啊？60年。我哋喺2023年12月4号。就會是紀念，係啊，禮儀憲章60周年。啊，不過咧，禮儀憲章打開嗰個序幕咧，就係影響我哋教友去喺禮儀中嘅參與。
咁啊，容許我喺呢度咧簡單過一個禮儀獻章嚇。咁樣剛才話咧喺1962年嘅第一個會期結束，12月8日嘅時候咧已經通過咗禮儀獻章個序言，即係水言，同即係我而家大家睇到呢一版，同埋第一章。第一章係關於禮儀更新嘅總則。整體的原則，然後後面呢第二章開始呢才是一些分類的。這樣呢就我們剛才唱那首歌呢就是禮儀獻章的第7条。他要肯定呢基督是臨在在禮儀當中，4个標記，聖言的宣講，這裡讀經台，聖事的施行，在祭台上高，大家從來不懷疑的了，還有在司祭教會的公務人員身上，以及教會的祈禱。他特別說呢馬太福音18章20节，當你們兩個三個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耶穌在不在？在這裡。好，哪幾個？第一在哪裡？這裡，這裡。找個上來，你上來。当你读经的时候，耶稣在这里。耶稣亲临发言啊。亲临发言啊。所以你叫什么啊？读完经你说什么啊？上主的话。耶稣在这里。在这里。用拉丁文。不识。Welcome to me. 不讲的，不讲的。好啊，第二是什么啊？圣。祭台啊。祭台。祭台上啊。祭台。祭台啊嘛。還有呢，司度身上，司祭，未結婚的男人，快點啊。最後，如果結婚的就生3個，還有，一個做神父。好，第4個哪裡？這裡，教祈禱是嗎？教會的祈禱，在教會的祈禱，在會眾當中啊，在會眾當中，所以2、3個人奉我的名在這裡，我在你中間，誰說？耶穌基督。好，耶穌在哪裡？在我們這裡。耶穌在哪裡的舉手？在哪裡？不要只是指聖體，聖體不是一定在祭台上，在讀經的時候，在神職人員的服務之中，最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禮儀獻章，用馬太福音寫了下去，在哪裡？我們當中。舉手。在團體當中啊。你不舉手？耶穌說在你們那裡啊。所以剛才那首歌呢，是不是真的很拿得很準確了，凡爾的禮儀精神。好了，肯定基督的臨在當中呢，跟著14號，慈母教會呢是切願每一个信友都能够完整咁，完整呢，或者你可以讲是充分咁样明白晒，是有意识的，即是话呢你可以用第二个语言呢是叫自觉的。行咗去聖堂，你知道點樣做基督徒，你知道點樣生活，得到效果啊！唔係話你有冇信到聖體，而係你真係覺得你一個好好嘅今日嘅表現啦，教會説明能夠好好咁同與相遇啊，好相遇啊，帶翻你嘅生活入邊咧，整個聖又面對到生活入邊、世界入邊嘅挑戰，實惠嚇。咁呢幾個原則咧，就禮儀獻章提出嘅，係希望教友明白咁樣參與禮儀。好啦，另外一點咧，就29號咧，佢話咧，除咗司祭嘅職務，除咗神職人員嗰個職務之外咧，平信徒咧都有好多嘢，好多職務咧參喺禮儀當中要做嘅。除咗你要好好參加弥撒之外咧，有副祭，有宣讀員，即係讀經嗰位。仲有一個叫做領經員，因為發覺咧，要想大家明白嘅話咧，就是、可能有啲時候咧，需要一個教友咧喺從旁咧俾一啲提示，
让大家能够跟得到，同埋能够更明白吓。咁呢个就今日嘅领经完啦。呢度有冇人领经啊？有啊，系嘛？所以咧系礼仪宪章话要有呢一个职务嘅吓。咁样咧，仲有歌咏团嘅团员啦，歌咏团团员啦吓。系啦，佢话所有呢啲职务咧都要吸收礼仪嘅精神，同埋按礼规嘅秩序。各按其份，每人要做好自己嗰一份，令到个礼仪咧能够真系帮到教友吓，个目标系帮到教友，所以刚才讲嘅礼仪运动咧，考虑个牧民益处咧，呢、这个成为咧礼仪宪章一个好重要嘅特点。好啦，咁三十五咧就要多啲教友听多啲圣经啦，三十六咧应该五十四应该摆喺后边吓，就系话咧。教会的礼仪，罗马教会的礼仪依然是以拉丁文为标准语言、官方语言。不过呢，如果本地教会认为有需要呢，是可以用本地语啦，即是中文，即是我们梗是讲中文啦。好啦，咁样呢，就跟住呢，就有啲本地嘅适应。跟住44到46嗰度用绿色呢，即是提一提啦。禮儀宪章话咧，每一个教区喺主教嘅指导下咧，应该有教区禮儀委员会嚟到推行喺本教区推行禮儀嘅活动。所以我哋今日咁，我哋系几时成立噶？有冇兴趣知啊？系1964年。5月13日开第一次教区礼仪委员会会议，本来今日想讲嘅，不过即系真系时间唔许可，我哋希望有机会吓。所以明年系香港教区礼仪委员会60年啦。好啦，嗱，第二章嗱呢版咧唔讲噶啦，你知道第二章讲其他嘅圣事啦，咁然之后去到第七章有一个附录咧系讲关于。大公会议讲关于复活节的日期呢，我们愿意同所有的基督信徒呢划一统一用一个日子、啊。不过到今日仲倾紧。好啦，讲到呢度啦，唔好意思过晒时间。嗯，听下歌。咁我哋又再唱多一次。
我哋咧就完结咗我哋报告嘅内容啦。咁我哋睇翻个流程，咁咧时间啊迟咗少少。Billy， 麻烦你讲一讲啦。好，咁啊，依家应该系轮到系回应嘅时间。咁啊，阿曾兄弟、黄神父、罗神父、黄神父。我哋有啲年輕人咧，做一啲回應啊。大家好啦，咁啊，即係都聽完簡單少少講禮儀運動嘅演變啦。即係我都好有少少感想嘅，就好感恩啦。唔同嘅以前嘅神父啊，或者主教等等啊，佢將一個禮儀啦，啊以前係用拉丁文去參與彌撒。咁啊，演變到依家可以有本地嘅語言，令到每個人都能夠係參與其中，並唔係只係可能淨係講道嘅時候聽得明神父所講啲乜嘢。我坦白，我唔係一個語言好叻嘅人，我可能連中文都好差。咁啊，即係慶幸就係經過依一啲嘅改變，令到現在嘅我可以能夠喺參與禮儀當中，係啦，少少嘅分享可以。有冇其他兄弟或者阿 Laura、阿 Billy 可以都講少少？阿黃神父啊，唔該。我諗請兄弟姊妹去分享緊要啲，因為咧你哋嘅參與，你哋即係去分享係好珍貴，所以咧就鼓勵大家你嚟講，我強我俾我俾你哋好講。今日兩位姊妹講嘅時候，你好豐富，或者你哋用完你聽完之後啊，你去。表達下你哋有啲咩反省啊，又或者你有啲咩想問啊？我諗佢哋即係想聽啲更多。好，其實我哋一直係應該仲跟住個環節咧，係有個小組討論。好，咁啊，講下個小組討論先啊。嗱，咁我哋咧而家咧就提出咗三個問題嘅。咁你哋自己每個人咧可以心目中咧揀定一條題目，諗一諗啫。你自己揀好了，揀好未啊？諗好了，咁然之後咧，你哋可以前後左右三四個人一小組討論一下。咁即係話，可能你哋三四個人都可以唔同嘅題目都得嘅嚇。咁咧就可以你哋諗好咗之後咧就講一講。咁我哋時間有幾多啊 ，Billy？ 五分鐘到啦。嚇，五分鐘。五分鐘。嚇，大家傾一傾嚇。盡量唔好喐啦，前後左右咁大家傾一傾。幾條題目？或者枕隔離左右都得㗎。
直接傾啦。喂，傾兩句啊！差不多時間了，差不多時間了，大家差不多時間了，大家仲有沒有問題，有沒有回應想講的？但是討論的時間完結了，不好意思啊，是大家有冇想回應啊？如果冇咧，我哋等下阿羅神父，你有冇回應啊？有冇回應？有冇回應啊？其實咧，依三條題目咧，唔使今日咧即刻諗，你可以慢慢沉澱嘅，因為我哋有成年嘅課題噶嘛，係咪啊？咁淨係咧依個例言章，仲有下一堂都會講嘅，咁所以咧，你哋可以咧翻去再諗一諗，即係一二三条题目翻去谂啦，因为你哋有嗰、那个PDF 噶啦嘛，系咪啊？有依题目喺度噶啦嘛，咁可以咧，即系翻去到同自己嘅教友啊一齐倾一倾都得嘅吓。好啦，咁最后啦，大家有冇咩问题想问两位神父啊？如果冇或者。第一翻去睇书，翻去睇书，睇晒礼仪劝章。喂，好多咩？咁你又话要读礼仪又唔睇，咁你做乜鬼啊？所以睇晒礼仪劝章，之前已经 send 咗俾大家噶啦，哥。你 send 咗啫，佢睇咩？或者睇咗咧？睇唔睇啊？睇啊，举手。唔睇嘅举手，仲有一本书今日唔日话，俾咗你哋嘅有冇？梗系冇啦，你都冇睇，系礼仪发展史，礼仪发展史。最后一句，爱多啲天主，爱多啲人，留心每个主日嘅教会嘅祈祷，记得睇道上。你知咩叫道上啊？日本九州啊，系天国啊。OK， 完了。咁啊，请阿黄神父同我哋做个总结啦，同埋到8:55哦，即系我哋咧安静一阵啦，我谂我哋要欣赏自己咧对学习呢份渴望。即系如果大家唔系渴望嘅话咧，我谂你唔会嚟报名，准备好心神要参加一年嘅课程啊。咁究竟我呢份渴望系乜嘢咧？我喺修院读书嘅时候咧，咁我记得啊 ，Father Ahern 啊。杨神父啊，罗神父嘅老师啊，佢上堂咧提醒啊，同我同啲兄弟咧，话咧我哋参与礼仪又好，或者学习嘅时候，学习关于礼仪嘢都好啦，我哋唔好只系睇住嗰啲树叶，我
我哋睇到個樹幹。咁究竟乜嘢係樹葉、樹枝、樹幹呢？我諗我哋喺呢一年嘅學習裏面咧，我哋繼續去反省。為我想同大家去分享，呢個都係自己提醒住自己，無論以前一個教友好，或者而家作為一個神父都好。究竟我參與禮儀嘅時候，我知唔知我做緊啲乜嘢？在座好多兄弟姊妹咧，係喺禮儀當中有服務啦。我好明唔明白天主召叫我參與呢個服務，特別係呢個服務，點揾你啫？點解唔揾隔離嗰個啫？點解唔係揾聖堂今日冇嚟到嗰啲人啫？特別揾你，就係因為你喺呢個裏邊，你喺呢個服務裏邊，天主獨特咁召叫咗你，邀請你。是你才可以做得到，但是我们记住，我们不是只是做，藉着这个服务里面，我们怎样去真是爱主爱人，这个就不是一年的功夫那么简单，是一生的功夫。弟兄姊妹，邀请你们去祈祷，真的去问一问天主，听一听天主为什么特别邀请了你，无论成为一个读经员又好，诵圣体员又好，副祭好，服务员或者其他等等，一定有天主的意思在这里。我明明天主在我身上的计划是什么？让我们一起祈祷。慈爱天父，感谢你召叫我们今天来到你的原地，我们一起去学习，就求你降福我们，让我们在学习这个历程里面更好地认识你，认识你亲自建立的教会，亦都认识你给我们的召叫。主，就求你派遣圣神去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勇敢地去回应你的邀请，让我带着你给你的爱情，我们和我们身边的兄弟姊妹去分享，去为你的慈爱作见证。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我邀请埋罗神父去咗边，一起咧降福大家。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的降福存留在你们心中，直到永远。多谢大家。
有两项报告。第一项呢，就是有些参加者呢是去海外的，是外国的朋友，所以呢我们都跟他们打个招呼啊，是不是个镜头看到的，是跟大家打个招呼啊，举举手啊。嗱，海外嘅朋友，我哋记挂住你哋，请你都为我哋祈祷。好啦，第二样咧，就系、是、如果你哋有啲问题啊，有啲意见啊，请你可以喺翻嗰个叫做咩啊？唔系 WhatsApp 系最好嘅方法啦，喺翻 YouTube 嗰度。你知道我哋全部都用 YouTube 噶嘛？唔知嘅举手，知嘅举手，好啊！你喺翻嗰度留言啦，因为我哋有专人咧去检视嘅。嗰、那个专人咧就系、是、Ernest 啊，佢系今日嘅我哋嘅 IT 嘅负责人。多谢你 ，Ernest。咁都多谢咧，高永啦嘅 Benny 啊，同埋 Christine 系嘛？咁啊，都多谢咧筹备嘅朋友，尤其是点名噶，系咪啊？我多谢佢哋，咁多谢天主，多谢自己，记得准时翻嚟，记得彼此代祷。礼仪只系一个字嘅咋，祈祷，祈祷。OK， 晚安。執好啲嘢啊！